16日，北京交警通报马思纯逆行后，马思纯发文道歉，表示会深刻反思，未来更加严格要求自己，向所有人致歉，对不起。已于昨日到交管部门沟通事件经过，并接受处罚，事属个人，影响确差，深感自责，感谢所有爱护我的人，我不给自己的错误找借口，是我的不对。